有关点菜的一些常用英文会话，先念一下。The bee pie is sold out. The dog counts highly recommended. The fish is off the menu today. The oyster is a specialty of the house. The special is on the board. Today we have corn soup or mushroom soup. Today's specials are roast lamb and breaded turkey. Waiter, we're ready to order. We don't need a food menu.We only have hamburgers left. Welcome to our restaurant. I'll be your server today. What is in a seafood pie?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et A and set B? What is the soup of the day? What would you like for your appetizer? What would you recommend for a child? What would you recommend?Which sandwich doesn't have mayonnaise? Which sauce would you like with it? Would there be anything else? 看看意思。The bee pie sold out. Sold out 就是卖完了啊，这叫动词成语或动词片语啊。Sold out 卖完了。Pie 就是我们讲 apple pie 苹果派啊，所以一般讲苹果派。可是 bee pie 就是牛肉派，那就是饼啊，就是牛肉饼啊。Apple pie 就是苹果饼啊，可是我们一般就苹果派啊，可是一般小孩子年轻，什么叫派？是不是派遣部队啊？派人家出去啊？派就是加馅料的饼啊，像我们葱油饼也可以讲派啊。The duck comes highly recommended 啊，就是这酱鸭啊 ，duck 是鸭，也可以是鸭肉啊，这鸭肉呢是我们推荐啊，本店推荐啊，高度推荐，我们优先推荐鸭肉。我们家店的鸭肉有名啊，北京烤鸭、南京板鸭啊，脆皮鸭。The fish is off the menu today. 啊，就没有了啊，本来意思离开了。你不能说这鱼啊离开了，这鱼啊卖完了，跟收了一样，就是菜单上没有啊。It's off the menu today. 啊，当然菜单上不一定没有了，或者你这个有两个意思啊，字面上意思就是说菜单上没有鱼，但是餐厅嘛，你说没有卖鱼也不太可能，就是说啊，菜单上的鱼啊卖完了，没有了。The oyster is the specialty of the house. Special 是很特别的、特殊的。Specialty 我们一般平常讲的专长啊。Do you have any specialty?有没有什么专场啊？这边就是每日特餐了 house 是房子，但是一般餐厅嘛它也是房子，一般就像 on the house 就是本店请客，加一个 on the THE、啊、on the house 本店请客啊。本店今天的特别菜单呢、啊、就是牡蛎啊，为什么呢？可不好今天呢、鱼市场牡蛎特别新鲜了、啊，或者鱼特别新鲜啦、啊，或者牛肉特别新鲜啦、啊，然后有些餐厅说，哦，我们今天 specialty 是牛肉啊，是猪肉啊，可能价钱特别便宜，今天市场上特别便宜，大量进货，或者是买的特别新鲜，或者买的什么啊，什么东西它有特别啊，或者它是生产旺季 ，the specials on the board 啊，就是所以 specialty 也可以啊，当。本日特别菜单啊，特别的菜也可以用 special， 可以 special 是形容词，也可以当名词。在这英文单词啊，这个很乱啊，最乱一个叫一词多义啊，乱七八糟；一个叫一词多词性啊，一个是同时又是名词、形容词啊，这动词啊，很复杂。所以本日特别菜单在板子上啊 ，board 本来就是木板的意思啊，可能挂在墙壁上的板子上，你可以看一下。Today we have corn soup or mushroom soup. 啊，今天呢，啊，当然 today 一般是时间啊，副词摆在后面啊，但是 today 啊，摆在有时候摆在前面。那其他的 yesterday 啊 ，last year 就摆在后面比较多啊。啊，今天就特别强调今天，我们有玉米汤，控制玉米嘛，玉米汤或者蘑菇汤，啊，蘑菇汤加奶油，奶油蘑菇汤啊，又加点牛奶加奶油，特别香啊。Today's special is roast lamb and breaded turkey. 啊，所以今天特别的菜啊，就是烤 roast 烤羊肉。
lamb 一般是羔羊肉啊，比较小的羊啊，可能一两岁啊，比较小，比较嫩啊。还有这个 bread 是面包，可是它加 ED 啊，但这边又不是面包了，所以这个我也不好解释，就面包粉啦 bread 也可以是一般讲面包啊，加一个 ED 也可以，就是加了因为它这个菜啊，就是加了面包粉的这个火鸡。所以 Turkey 啊，大喜这边土耳其，所以土耳其啊，他今年啊2022年他们申请改国名，因为他觉得妈我们土耳其啊老是叫火鸡啊，然后又说这个字典里面 Turkey 也是胆小的人，可是也不完全对啊，他是火鸡没有错啊，可他也是勇敢的意思，为什么啊？因为 Turkey 当字典上也是胆小，所以这个英文字有时候他有两个意思嘛，几乎颠倒过来，几乎相反也有，很讨厌。没错，他是有胆小，可他有勇敢的意思，因为 Turk 就突厥人嘛，这土耳其就突厥人嘛，啊，突厥就是勇敢的，游牧民族会打仗嘛。We're ready to order 啊，服务生啊，我们要准备点餐了。We don't need the food man， 我们不需要，我们是熟客了，常客，耳熟能详，滚瓜烂熟啊，我们直接跟你讲就好，我们不需要菜单了。We only had hamburgers left 啊，不好意思啊，我们本店啦，这个快打烊啦。或者今天卖的超好啊，翻桌率很高啊，我们只剩下汉堡了。Welcome to our restaurant. I'll be your server today. 啊，这个叫 7-Eleven 店小姐，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啊，欢迎光临本餐厅啊，我是你们的服务生。What is in the seafood pie? 就是海鲜派啊，就是海鲜饼啊，内容有哪些东西？里面是啊，有哪些海鲜？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et A and set B? 啊 ，set 前面我们讲过，就套餐，它本来是一组一组、一套一套啊，一个组合的意思，就是一套东西里面有很多东西啊，叫 set。一组家具啊，一组文具啊，就套餐 A 套餐啊，但是我们中文又不讲套餐 A、套餐 B， 我们讲 A 套餐、B 套餐，刚好颠倒过来，这两种套餐有什么差别啊？What is the day 啊？今天的例汤，那个我们中文叫例汤，例行性的例汤啊啊，今天例汤什么啊？当然，例汤啊，不讲了，也想到一些东西，为什么叫例汤啊？这个不讲了。What would you like for your appetizer？ 开胃菜啊，开胃菜可以用 appetizer， 也可以用 starter，starter。开胃菜嘛，就是它小菜嘛。可是它一吃你就是第一个漂亮嘛，所以食物要色香味啊。What would you recommend for child？ 你有没有推荐的儿童餐呢 ？What would you recommend？ 你有没有推荐什么菜啊 ？We sandwich doesn't have a mayonnaise。Mayonnaise 就美乃滋啊，所以这次长一点也不太好念。美乃滋就 mayonnaise， 它的重音在第二个 n。Mayonnaise 美乃滋啊，有什么三明治没有美乃滋？可能这个人不喜欢吃美乃滋啊。Which sauce would you like with it？ 啊，你喜欢什么样的酱料 ？Would there be anything else？ 还有没有别的事情啊？啊，是不是餐点完了？还有没有什么交代的事情？啊，这集讲这个。